十四题，一株成熟的玉米中可能含有下列哪些聚合物？甲、氨基酸；乙、纤维素；丙、酒精；丁、蛋白质；戊、油脂；己、葡萄糖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氨基酸不是聚合物，酒精也不是聚合物，油脂也不是聚合物，葡萄糖也不是聚合物。好，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聚合物，纤维素是由葡萄糖构成的聚合物，所以呢，只有乙跟丁是聚合物。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一株成熟的玉米中可能含有下列哪些聚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乙丁。